在台湾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地板滚球运动，对金门来说却是一项相当陌生的运动。这项运动被列为帕运正式比赛，主要针对脑性麻痹患者。28号在县立体育馆篮球场办理地板滚球 C 级裁判研习，现场有超过50位民众参与，体验及感受这项老少咸宜的运动。因为这个地板滚球运动啊，在金门好像还比较少见，都在台湾有，而且这些身障的这些人员也有享受运动的权利。上完课我才知道说，我们有这么多的身障朋友投掷这个球也是非常的犀利，非常的好，而且他们在运动当中也得到很大的快乐。像那种脖子都歪的，不能用手来执行这个推球的时候，他用嘴巴用一个推杆，你看看多棒，让人家看得好感动。地板滚球的特殊性，现阶段主要都是由身心障碍的朋友参加，由于脑性麻痹的朋友能参加的运动项目真的不多，因此地板滚球是他们少数能参加的运动之一，透过这样的运动让他们达到运动效果。地板滚球是专为脑性麻痹人士所设计的一项运动，那它是帕拉林奥运的运动正式比赛项目之一。那它的玩法很多元，可以分为个人赛、双人赛跟团体赛，然后总共会有13颗球。那第一个首先有我们分为两队，红队跟蓝队，那首先会由红队投掷白色目标球，接着红队方会投掷第一颗射球，接着由蓝队投掷第一颗射球，那场上有三颗球会比较距离。那由距离那一远的距离目标球，白色目标球远的那一方继续接下来的投掷，那当中的投掷顺序的决定就是会由离目标球远的那一方继续投掷，然后直到所有的球按照这个顺序丢完为止。13颗都在场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去计分。地板滚球非常需要策略与技巧，是一个斗志的竞赛，因此在地板滚球竞赛时是不分性别与年龄，而比赛规则就是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你的色球靠近白球，越靠近代表你技术越厉害。在台湾本岛非常的普遍，跟风行。那目前除了极重度的脑性麻痹者参与之外，另外我们在台湾是把这个运动推成共融式的运动，希望能够一般人也能够去参与到这个运动里面来。尤其是现在因为它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活动，所以你看我们在玩的成员参与者有3岁到80岁都有，他的年龄非常广泛，也非常适合高龄者来参与这个活动。教育处表示，地板滚球是一项结合体力、智力、情绪、群体效应、娱乐及比赛竞技运动，十分适合身心障碍者及银发族，目前也属于国际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主要赛事之一。县府预计年底将办理地板滚球大赛，考证通过后将有机会成为金门县地板滚球运动大赛裁判。